单车气囊安全帽效力强，护头骨更防脑震荡。对世界各地数百万名单车骑士来说，意外有时无法避免。多数人都知道戴安全帽能够降低受到重伤的危险，但安全帽的种类也很重要哦。史丹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，装有气囊技术的安全帽保护效果比一般的泡棉安全帽高了5倍。传统安全帽也许能在事故中预防颅骨骨折，但通常无法防范脑震荡和其他类似的头部创伤。为了获得比泡棉更好的保护，气囊安全帽会以氦气充气，并且像领圈一样戴在脖子上。反应器会监测单车骑士的正常动作，并且在发生碰撞时自动展开安全帽。充气的头罩会在瞬间展开，覆盖住大部分的头部，以吸收撞击期间的震荡。气囊安全帽来自一间瑞典公司，目前只在欧洲贩售。